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距离狗年春节越来越近了。与此同时，与狗年春晚有关的消息就被不断的爆出来。有报道称，今年的春晚舞台上将会惊喜出现两组鲜腊肉组合，杨洋将与吴秀波一组献唱，张艺兴则跟黄渤一组出现。虽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消息的确切，但说到黄渤在春晚的表现，大家一定会想到他在2014春晚上在跑步机唱《我的要求不算高》。此事一经宣布，就引起了网友的激烈讨论，期待最终名单表白小绵羊和博哥，极限男人帮加油，期待期待期待，等播出为主，博哥一心加油。